OK， 大家 OK 未？好 ，Hello Fogo，OK， 好 ，Hello Fogo 你好啊，恭喜曬先啦，首先要，咦，有冇啲得獎感言可以講一講啊？得獎感言就好似係頭先咁樣，要相信自己付出嘅努力，相信你嘅師傅，相信咁多一年，咁我而家個腦掹掹地啊！我哋再俾掌聲。咁多日以嚟努力堅持訓練嘅成果。我相信我身邊所有支持我的人，無憎我支持我的人，我都多謝你。有一樣嘢我想講嘅就係，中意我的多謝你，我會繼續拍我的嘢；唔中意我的對唔住，我都會繼續喺度拍我自己中意做的嘢。啱啱台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對唔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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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慢慢。所以對唔住啊，對唔住，對唔住。唔好意思啊，咁多位，賣翻條聲俾佢啊，可以啊。我博到嘅，博到嘅，不過可以，攞出出睇下都得嘅。係，不過啱啱喺台上面啦，都聽到你話有一樣嘢，有一個人要報恩，同埋有一個單位要報仇㗎，係咪啊？嗰樣嘢其實我講咗好耐，好多觀眾一直話你講啦，你講啦嘛，撲街你唔敢講。我其實我唔係唔敢講，我係喺我自己嗰啲兩三百人嘅直播度講冇用，我係想喺呢度咁多個人。咁多嘅傳媒記者朋友前面講翻呢件事出嚟，我唔想大家再佢人都走咗，但係每次提起佢都有個仇字喺度。其實大家都見到佢係又做義工，我哋身邊嘅人好。其實講起佢，每次講起佢都係報仇報仇。你雪恆，大家可以繼續鬧我雪花，而家亦都可以可能 C Channel 直播緊，亦都可以繼續話。我是個撲街拿他出來消費沒問題，可以繼續說，但我希望有一部分的人以後提起劉正儀阿晶這個名字，除了報仇之外，會想起他 是有做善事一個好人。你剛才說捐權籌那個大過幾次，即是做善事而公共捐款權籌過了，我可以即我可以說阿鍾先生說的六位數其實就是十匹。多少？就是十匹，十萬元。你全數捐出、就是、我全數會捐出了全部所有的嘢，呢場拳講真的，十萬元我賺不到咩？點解咁多應承？就是我想話俾，除了講，除咗要攞呢個機會講我而家心入邊想講的説話，我亦都想俾我的支持者，亦都俾好多我呢個年紀的人睇，唔好成日覺得自己撲街啦，唔得啦，死啦！我而家個狀況被人圍攻。不比大家差的，但是我告訴大家，我可以堅持去鍛鍊自己，一個死煙殘年幾兩年沒有運動的死肥佬煙殘，我立定的志向，我要做一件事，我要減30磅，我就可以減到30磅下來。我不理你現在遇到什麼困難，你信自己你都可以。那你完成了這個目標呢，接下來即有什麼目標做？因為你現在變成獨立藝人嘛。接下來目標增翻磅先啦，因為75公斤對我嚟講實在太辛苦啦。我結打一腳先見我喐唔到嘅，其實我飄，我成個人飄嘅。我如果下次中山再搞拳賽，做咗最耐，今日最長最多，最輕打80啦，真係俾我唔該。都唔係點傷，魚咗隻眼。我唔係你成日魚噶啦。呢、這個之前攞中文頭槌崩咁冚嘅，阿頭咧最中意阿頭，阿頭頭先都有中頭槌，佢崩咁崩咗一下，但係還好啦，你跌親啫。啱啱喺台上面見到啦，阿周生好似係咪成日打喺你後腦咁樣樣咯？佢嗰啲即係話唔好聽，佢嗰個動作打後腦其實一百下都唔痛嘅，因為佢翹咗落嚟，唔係笑佢，係嗰個動作佢翹咗落嚟，係咁樣後邊就咁拍啫嘛，佢唔係。食屎啊！咁樣落嚟，其實冇嘢。但我見到後期打你都拳拳冇力噶咯喎。我先夠，所以我先夠膽咁樣俾個頭佢嚼幾嘢咋。佢第一彎我梗係縮啦，第二彎我見佢冇力，試下咩料先，嘣嘣嘣冇嘢，咪嚼佢。如果下次咁樣挑戰龍心啊？龍心練好啲先啦，即係龍心練好啲先啦。我賽前咧話想量翻挑佢啦，但係今日就未做。啊，係，真係，所以。我咁講，下次真係唔好俾我打75公斤，我冇曬力。尋日個記招見到我係，我上到去台上邊點解啊？周永仁係咁喺度講啊講啊講啊嘛，我過唔到嘢，因為我冇力講嘢，我企到喺度已經，我腳軟緊嘅其實尋日，所以。第一件事想食翻嘢先啊！尋日食咗雞煲，
肥牛正，墨炸雞。周三係咪即係比你預期強壯啲或者勁啲咧？還好，冇預期，即係冇預期咁勁咗。我頭先見佢，佢應該都係上台緊張。即係我偷偷地頭先去更衣室睇佢打佢嗰啲拳係砰砰砰砰砰，但係上到台就會嘅，會發台灣嘅，我都有啲嘅其實，但係我克服到咯，佢可能克服唔到啦，就發咗台灣啦。點樣評價呢位對手？佢其實啊，如果佢係繼續可以練落去嘅話，其實佢練得個零月可以打成咁，其實佢有 potential。其實我之前做黃喵直播嗰陣時候，即係做直唔係做個訪問嗰陣時候，我有講過，我以前追嘅好多偶像，係咪？阿於我真係有追啦，係咪？包括佢噶，包括周永恆噶，我日日睇《青出於藍》，我翻去煲劇噶，唔好笑。以前係真係哇睇啊，翻去睇佢哋睇啊，哎呀周永恆同人執抽啊咁樣，我真係翻去睇。好多人 ，Boys U2 黃依文。李彩華，我的青春是我的青春期嚟嘅，所以如果他可以繼續 keep 到去做運動員，當然大家可能呢個圈入邊對他嚟講，佢係好撲街啊鬧啊！我聽很多嘢，我去到邊度，我的花名已經唔係博過，我的花名已經變咗做打乜佢，係真係好乞人憎嘅一條友，我都憎憎你佢嘅。咁但係經過呢場之後，我希望大家可以有少少改觀。你係親我的對手 ，Hello， 喂你啦，雲燕啦，喺更衣室暈咗，我冇串你噶，你問翻我贊緊你噶，先一直都，我都唔識你嘅，都唔會串你啦，而家識啦，不打不相識，梗係啦，我成日都睇你啲片咧，其實，多謝，啲女仔好鬼多，好鬼靚啊，多謝，係啊，你好啦，唔係我相信以後會更加好。好喂，啱啱我同你打完咧，咁咧依家同你講翻聲 sorry 先啦。其實我真係唔識你同阿晶之前嗰啲嘢嘅，但係咧，我多謝你。但啱聽到你咁樣講咧，我覺得你好有呢一個責任啊，係啊，同埋好好啦，幫啲狗仔啊，同埋就即係我相信將來嚟緊網絡世界都唔會有人再好似我之前睇到啲留言咁樣去話你。一定會嘅，一定會。你大家，我哋都係面對網絡世界啲。係係係。我見你開翻個 IG 啊。係啊係啊，我有 at 到你啊，今朝。我見到。得閒hello下喂。你對佢下咗恩仇咪打完呢場之後。邊有仇啊？其實我哋一路都唔係都 OK 啊。其實我覺得佢好笑㗎，同埋咧啲片好人㗎佢。我都成為咗佢咁。目前的第一個仇家咁滯噶咯，真係。你會唔會諗下咧？完咗拳賽入，諗下啲幕前合作啊，或者作歌啊。我開咗個 IG tag 咗佢啦，有機會咪係咯，一齊你叫我去澳門玩啊，做下你啲節目啊，帶我入去你啲網絡世界入邊做下網紅啊嘛。你而家繼續啊，大家可以 follow 翻 Rachel 佢入開咗 Rachel， 係啊係啊 ，Rachel 開咗噶啦佢。係啊係啊係啊，你都俾人打瘀曬，唔會嬲喎，眼都紅埋喎你。我其實比較容易爆光嘅人係，揩下都爆嘅，啊面皮薄啊嘛。但對於啲人個個都係一面倒撐國歌，然後即係話打低你咁，你會覺得即係有心理，即係影響佢哋咁樣樣，令到你即係打一個表現咁樣。唔關事，係啊，完全唔關事。因為其實做運動都係睇自己狀態啊。咁我就基本上練到好多氣，但係打拳個氣始終都唔夠啊。係啊，相對其實同其他運動差好遠啊，好喘啊。所以我其實盡量希望都有氣，但係攞唔翻出嚟啊。咁啊，希望仲有機會會做多啲好啲嘅成績啊！有機會再打拳。咁即係你有冇諗過受傷㗎？一定會嘅噃，係喎，預咗嘅喎，係嘛？預咗細仔有贏。冇預到輸贏，預咗希望可以打曬四彎咯。係因為好難嘅，其實好攰啊，真係。我打最想做咩？瞓覺咯。所以啱我都冇嘢想講，快啲翻屋企瞓覺。好過。個仔見到你受傷個樣，會擔心你啊？唔擔心，我之前練嘅時候都 smiling 都爆曬光㗎啦，其實。即係佢都知咩事㗎。知啊，見過我好幾次，塊面瘀曬咁翻屋企㗎啦。知你比賽嘅。係啊，佢叫我唔好贏㗎今日，衰仔。係啊，佢驚我贏咗有獎金啊！佢話：我話都冇獎金嘅，贏唔贏都傻豬嚟嘅。咁有獎金會點啊？有獎金咧，咁咧你就唔理我㗎啦，去自己去玩㗎啦。咁話我笑死喎！所以我爸爸幫啲陪佢啊。咁我因為成日都出去練嘢啊、備戰啊，咁依家就多啲時間去同佢玩多啲啦。對仔仔好啲，對自己好啲，對屋企人好啲。好，我幫你攞麥，你慢慢攬啊。
執少少啊！喂，執咗啲麥，你影少少 show 嘛？喂，好啊，影翻啲。